目标中心战是根据体系作战中的作用确定目标，围绕目标组织筹划战斗，依据目标毁伤程度决定战斗进程。目标中心战理论体系中步兵最突出的变化是多样化的作战任务和具备特种作战技能，这是实现目标中心战的重要支撑。1927年，毛泽东创建的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就在红一连。本篇讲述的是这个步兵连队今天的蜕变。走向战场，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此次演习，我连担任正面主攻，各排步战车跟进，动作要快，攻击要猛。现在对师，现在是7点整，15分钟以后，全连发起进攻。现在请指导员讲话。班长，你说咱连长带着那块标，从哪买的？是连长参加和平使命军演颁发的特别纪念。红一连的荣誉能不能继续，就看你们今天能不能把连旗按时的插在312高地上。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赵志鹏，到。进去。是。312高地目标标尺318，方向向左，动112，发。Target lock. Target locked. Target locked. Army aviation detachment, get into attack position. Detachments, prepare to attack. 这个春天，我遭遇到了当兵以来最尴尬的一场演习。我的枪口对准的是我曾经生活过的红一连和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历史悠久、战功卓越的连队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
Delta 718, distance of 1033 meters. 650 meters. Cease fire! 徐三桥，到。把这些尸体都给我抬下去。是。吴月莲，给我阵亡的士兵，往下。躺下。我们红一连，从来都是宁可站着死，不会躺着生。是。一排长，到，带下去。是，阵亡的，跟我走。没想到今天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我要没记错，你在红一连待了4年9个月。是红一连培养的我，我尊重他，膜拜他，我这一生都不会。你忘了，而且你亲手毁。面对今天的战场。就是我不这么做，将来也会有其他人这么做。红一连86年的辉煌的历史和传统，你没有资格侮辱他。想要尊严，你也得打赢仗啊！一个打了败仗的连长，同样没这个资格。我还知道，要是这场演习可以圆满成功，到了年底会有很多人立功受奖，红一连的荣誉室里面可以多挂几枚锦旗，对不对？你错了。当我指挥全连高举连旗冲上山顶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立功受奖，不是锦旗升职，我想的是不能愧对在训练场上被汗水和泪水浸泡的兄弟，愧对连史馆里千千万万的前辈，不能愧对红一连86年的传统和荣誉。老连长，你太想赢了。你要还是一味地走传统步兵的老路，不把以前老东西丢掉的话，主攻、助攻、突破口、炮火覆盖、集团冲锋、站山头插红旗，我敢肯定地告诉你，将来败的还是你，而且会败得比今天更惨。5月13日，18:36，红一连第42任连长林浩南在312高地阵亡。
首长，这次演习的结果确实很糟糕，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总结。不过红一连不怕牺牲、完全拼搏的传统没有丢，一会儿讲评的时候，您看是不是能留点面子？报告，首长同志，我是红一连一班班长赵忠宝，我代表全连官兵，恳请首长，让我们连长归队。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能活着回来呢？我们连长能死而复生？死而复生的人是没有的，那是诈尸。仗打到这个份上，居然还想着在点评的时候要给自己留点面子。如果战争真的来临，我们的敌人会在战场上给我们留面子吗？今天演习的场面很好看，但是好看不能当饭吃，我们要的是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对手是怎么说的。副军长同志，这次战斗我于20小时之前派小组提前潜入敌阵地，对目标进行侦察定位。战斗当中，我们根据毁伤程度积极调控作战进程，以最小代价换取战场最大效益。敌军招摇的红旗成为我们打击的首要目标。此战共击毁敌战车7辆，红一连包括连长林浩南在内19名官兵阵亡。报告完毕。大家都看见了，同志们，一次山地进攻作战就让红一连这样一个传统的英雄连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挫折。你们每天都在喊着要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可你队伍都被人打没了，你拿什么去继承传统，去争取光荣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走特战化、多样化的道路。目标中心战就是要赋予传统步兵全新的作战理念，小到每一个人，大到一支队伍，都必须目标明确。除此之外，其他的少扯淡。现在宣布命令。第五集团军命令，任命特种作战团特战一队队长葛瑞为机步旅一营一连连长，补充的兵员装备3日内归属一连编制。令。小心。看见你们身后那面残旗了吗？那就是我们红一连的警示钟，他告诉我们，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们红一连的兵腰杆照样是直的。今天我们将迎来新的连长，我希望你们用行动告诉他，虽然我们战败了，但是我们红一连的魂还在，听明白了吗？备定，向左转。指导员同志，特种作战团补充兵员带到，应到19名，实到18名，请指示。连长呢？报指导员，作为一名士兵，我们从不管他指挥官在哪里、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就是枪膛里一颗子弹，他瞄准哪里，我们就飞向哪里。说完了？话挺多啊。作为一个士兵，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听明白了吗？是，少尉同志。指导员。报告，讲。指导员，刚刚应补赖通知说新连长提前到了。提前到了。你用了40分52秒才找到我，葛瑞。从咱们当兵来到红一连，就看到这满墙的荣誉，为这满墙的荣誉而感到光荣、自豪。可
全你的，你把它全毁了。过分了，你太过分了，葛瑞。谁都想锦上添花，我偏偏就喜欢做那个添堵的恶人。我是名职业军人，我有责任让大家警醒，得让他们知道现代战争不是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的时代。行了，行。上级任命你为新连长，作为指导员，我服从上级的安排，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葛瑞同志，欢迎你担任红一连第43任连长，指导员徐东胜。蔡志林浩南的失败站在这里。作为红一连第43任连长，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从今天起，我不仅要面对辉煌的过去，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和艰难的未来。只有在新战法探索时间的道路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别无选择。是我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各处准备，向目标发起攻击。停止进攻，各排向我靠拢。全体验枪。你还特战呢？我们老板长是特战当中的特战，飞行一月一枪毙命。兵王果然是兵王，枪枪命中。枪打得准，是步兵的基础。说的没错。今天的步兵枪不仅要打得准，还要打得更远。我们应该在敌人没发现我们之前，在他们射程范围之外将他们打掉。标靶，延伸100米。连长，400米是最远的有效射程，500米那可就打飘了。这不可能。很多时候将不可能的事情琢磨透了，就会变成可能。我们就是要把现有武器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把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转化成现实中的作战效益。都明白了吗？明白。上车。是。老班长，赵忠宝。我们谈谈。你是连长，我是你的兵，我们之间没有谈谈，只有命令。我是你手把手带出来的兵，用不着这样吗？我来连队这么多天了，咱俩不能总绷着。你得帮我。帮你什么？改变现有的训练方法。
再有153天，我的服役期就满了，那将是我的终点。连长，你帮帮我吧。现在就开始倒计时，这不是我眼中赵忠宝的作风。我的作风？我的作风是什么？我的作风就是时刻准备着向前奔跑。可一场演习下来，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老连长和十几个兄弟就在我的面前倒下。对手在哪我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士兵的悲哀。这就是未来的战争，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你。记得我在当新兵的时候你就说话了，当兵不能惧怕眼前的障碍，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障碍就会成为你的目标，你的动力。是，可这话现在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现在你眼前就有新的障碍，需要你带领大家逾越过去，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有你呢。同志带回。撤！全连带回。带回，带回。团长。向前延伸这100米，打破了步兵的传统和规范。你该给他留点面子。面子？面子是能吃还是能穿？面子是能打还是能战？掌握其他兵种知识，对于我们将来进行目标引导打击和毁伤评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假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对兵种知识和各种武器装备能够熟练操控，那可就厉害了。将来我们可以直接决定整个战斗体系当中的分组和它的位置。报告，讲。连长，我们是步兵，我觉着只要人跑得快，枪打得准，手榴弹扔得远就可以了。这话是谁说的？我们班的学习榜样，兵王赵忠宝。我说过吗？你说过。我说的是步兵的基础。声音大一点。报。我说的是步兵的基础。报告。连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以后咱们步兵也要掌握坦克和大炮啊？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将来还真有这个可能性。想要在未来的战场上做主人，就必须要学会掌控战场资源。战斗一旦打响，他们都能为你左右。确切地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将来都很有可能会成为炮兵、坦克兵、防空兵、航空兵的最高指挥官。前方200米，10点钟方向，小山包独立处，发现敌人前部举手，接命。明白。通讯兵到，叫一连长跑步到这儿来。是，我一直在这儿。谁？报告营长，您已被歼灭。谁让你把训练周表里的内容改掉的？没改啊。这就是训练计划里边的目标意识训练。同志，这训练是讲究严格的训练程序的。你现在这是训练吗？你这是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营长，您这比喻太贴切了。我就是想把母鸡跟小鸡进行目标分类，然后看准时机，一个俯冲下去干掉母鸡，解决战斗。您这只母鸡不就被我干掉了吗？莫名其妙。指导员，最后一秒钟，
精确打击。红一连在步兵特战化、多样化的训练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样的作战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步兵模式，遭遇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可面对未知的战场，我就坚信，我的兵怎么练，我的仗就怎么打。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往前走，步兵仍然是未来战场的主人。班长，听说这次接救的人质可能是失踪几个月的老连长。情报分析，人质是这三人中的一个。野狼，侦查发现，建筑群中有大量人员。明白，继续侦查。是。狼群，我是野狼一号，我已飞离目标空域，准备起降，已率战车分队按时到达指令位。狼群明白。目标抵达，准备起降。狼群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注意控制车辆外道。狼群明白，各车注意。我是狼群，对所有路口进行布控。布控完毕。锁定在五号区域，方位西南。野狼一号明白，我已接近目标，枪战制高点监控战场。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各队注意，把他们放进来打。
和平使命练习扔的火焰战标，他肯定就在附近。野狼，发现目标，重点搜索。我打。小组注意，目标完成，人质已获救，迅速向狼群靠拢。一组，一组回答。班长，班长，班长，您没事吧？班长。一组迅速向我靠拢。一星的加多呼叫，一星的加多呼叫，班长受伤，班长受伤，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徐向强，会动人质，赶紧向狼群靠拢，快！是。二号地区营救第一小组，其他人跟我回去。班长，老连长就在附近，快！只要咱们找到老连长，我们任务就完成了。真是假模样。人质已解救，我们营救第一小组，你们立即做撤离准备。狼群明白。快走！想从西南方向突击。放行步战车，拦截小分队，迫使他们上我们的直升机。狼群，我们已与第一小组会合，正在撤离。连长，连长，连长，他们像长了眼睛一样跟着我们，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啊！狼群，狼群。我们好像被敌人锁定了，请你们迅速撤离！迅速撤离！野狼一号，快速向我们靠拢！司班长，带人去接应连长。是，司班长来。野狼一号，野狼一号，快速向我们靠拢！接到人质，马上撤离！继续呼叫！野狼一号，野狼一号！接应，机枪手准备掩护，其他人撤！车撤离，起飞，降落地点二号区域。野狼一号，我已到达二号区域上空接应，请迅速向我靠拢。杀！
只会死定了。连长，你快看！欢迎来到复活营。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姓名，只有编号。带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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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今天真是活见鬼了。没错，我从十八层地狱一步一步爬上来。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未知，因为它充满了无数的变数。咱们俩算扯平了吧？红一连历任43任连长，阵亡32位，但在他的荣誉本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被俘的连长。那你可得把我看牢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出去的。这大山深处充满了地雷和陷阱。我还要提醒你，在复活营地允许真实死亡。时间。报告队长，9月10号9点36分。9月10号9点36分，红一连第43任连长被俘，编号001。
就没有人的尊严。想要尊严，就得往前爬。爬出来了，你就有人的尊严；爬不出来，你就是一头蠢猪。要想活，就得往前爬。回来的兵，老连长，你可站着死！班长受伤了，他可能挺不住了。老连长，你快来救救班长！老连长。全部住楼上。我们从哪上去？自己找。杨少卿，到。侦察，是。报告，连长，不想上厕所。快去。是。报告，连长，这厕所没门啊！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吗？爬进去。连长，侦查过了，没门。让开！休想打倒我！别说没门，有门我都不会走。爬上去！连长。我们有24小时，没有进食了。太好了，太好了，咱总得有个窝，可以喘口气了。这一关算是闯过来了，但仅仅是刚刚开始。困境中的勇猛。
哎，阅兵人！Surgeon number one, your country. You know it precious well. Answer my question. Your country. China. Your name. Ge Rui. Sexuality. Bullshit. You think I'm a woman? Your position. I'm Red First. Company commander. There is no command in hell. Only the surgeon number one.不能让他们睡会儿吗？你别忘了，他们曾经也是你的兵。这里没有我的兵，只有战俘。是我让你离开红一连，让你无法晋升。于四，我对不起你。但是于公，我问心无愧。我以为你能行。步兵特战化需要时间，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打败你。战争没有第二次机会，我已经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今天你也一样，一个只懂得享受胜利，不能总结失败教训的军队，他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失败吗？胜利者有的是炫耀的资本。红一连的成败好像不归你总结吧？好，那你们就自己爬出来。计划比失败给我带来的打击更大。步兵特战化、多样化训练，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要命的是，红一连仍然沉浸在过去的荣誉里，无法摆脱。在他们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追逐的前方迷雾重重，路该怎么走？我们失去了目标。想什么呢？这位。反省了，有什么认识说来听听。我认为是我的问题。一年内，两任连长，一个被俘，一个阵亡。作为红一连的指导员，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标中心战理论体系的实践，延伸到传统的步兵连队，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是探索就会有失败。越是这个时候，你这个连队的基层政工干部越得沉得住气，把握住方向。方向在哪儿？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
实现作战目的，能打仗，打胜仗。但我还是担心，我这一届的指导员会成为红一连历史上的一个败笔。我无言把我的名字留在历任主官的序列中。怎么，担心自己的前程？你们红一连在探索步兵特展化、多样化过程当中的失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所以，徐东升，作为政委，我得谢谢你。我明白了，政委。林浩南，你不就是想被三幺高地找回尊严吗？你不就想看我笑话吗？来呀、啊！受够了！副县长，你什么意思？红一连这个连长，我干不了。臭小子，那么请你告诉我，谁能干得了？他们不都希望林浩南回去吗？你让他回去好了。林浩南已经获得了重生，而你还在继续一步一步的滑向深渊。我以为我打碎这个光荣的连队，我有这个能力让他们再站起来。谁相信我他妈带到这儿来了？你以为自己曾经是特种兵，就可以让整个红一连都实现步兵特战化，对吗？站好，格瑞，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还想赢得一点军人的尊严，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决心维护这个连队的尊严，带上你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从这儿爬出去。九点钟方向是一条小河，小河前面有四个帐篷，其中有一个帐篷设有天线，帐篷外设有岗哨。十二点钟方向厕所，三点钟方向弹药库，整个营区以内有流动哨，预计换岗时间两小时一班，完毕。决定今天晚上杀出复活营。怎么可能，这儿到处都是他们的暗哨和陷阱。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找到他们的监控中心，并摧毁他们的系统，这样的话整个复活营在他们眼里将会是一片漆黑。根据我的观察和对地形的判断，带有天线的帐篷就应该是监控中心。现在我进行一下目标分工，首要任务我们这栋楼底下的流动哨。二排长到，你带几个人在厕所里给我蹲坑，蹲到凌晨两点，解决流动哨之后迅速移动到弹药库进行武器补给。是。第二目标，监控中心，我带着李木头悄悄摸进去摧毁他们的指挥系统。是。两个目标完成之后，由赵忠宝
率领大家沿着水沟方向突围。这条水沟很可能是我们离开复活营的唯一途径。站住！别动！终于冲出了复活营，我感到他不仅仅是要捞起我这个掉进河里的卒子，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们红衣连在步兵特战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明天走上战场，你们准备好了吗？少勋，可是有的人没有准备好。这次行动，我们第一行动小组就是因为这块表，让敌人全程锁定跟踪，导致我们行动失败。报告。你怎么从医院跑回来了？表彰要面对，失败我更要面对。赵忠宝请求归队。如烈，是。如果我们能把演习训练当作实战，每次行动就会很自然的与你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真实的战场上，要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失误导致行动失败，这个人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所以经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给予第一行动小组指挥员赵忠宝警告处分一次。报，报告。你有话要说？是。出列。是。我接受连队给我的处分决定。无论给我什么样的处分，都不足以洗刷我给连队带来的耻辱。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天，引以为戒，以我为戒。将来，为了连队，为了连勤，争光添彩。对不起。
如烈。是。立正！解散！带着。就不该回来，我自己一个人染着火，我自己扛。为了连队后，我必须担当。虽然我很心疼，但是作为指导员，我还是支持你。谢谢你的支持。说实话，自从你把老连长给挤走，全连的官兵对你都有意见，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你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曾经都很质疑。红一连在你的带领下，能不能重塑昨日的辉煌？经过两次战斗的失利，我明白了，大家跟你的分歧在哪里？在这里。可是大家的观念还是深陷在惯有的思维里，仗怎么打，兵才怎么练。面对日趋透明的信息化战场，谁敢站出来告诉我将来的仗怎么打？连仗都不知道怎么打，这么练不是瞎练吗？想要改变这一切，太难了。探索实践的道路就是这样，就跟那窗户纸一样，你捅破了，就能看见一个新的世界。作为红一连的指导员，只要你向前冲，我都会支持你。进行操场文化娱乐活动，请指示营营长出军。继续进行。是。继续。我要上面。我要枪了没有？不知道行不行？一人呢？来一个！来一个！来，鼓掌！目标在，目标在。
红一连的旗为什么摆到后边去了？报告首长，这是一面残旗，暂时只能放在后面。不过请首长放心，等我们有一天将它补全了，它还会高举在前列。知耻而后勇。好。哎，我发现这红一连很能出骑兵嘛，啊，搞个广场文化也能把这个目标中心战的理论给融合进去，特战化、多样化，啊！我看你们说的比人唱的都好听啊！啊！这个小伙子很面熟啊，首长，你还记得我？你能告诉我，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中国军人应该怎么做吗？未来战场，安史一。什么？不错，说得很豪气。但是。我们新一代的中国军人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所以我觉着我们应该表述的有些文化。未来的战场，我是爹。严肃点儿，同志们，我们中国军队不想给任何人当爹做爷爷，但是我们也绝不会当孙子。我们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将来在战场上要做到的目标就是：未来的战场我主宰，未来战场我主宰，未来战场我主宰，未来战场我主宰。慢点，慢点！特种驾驶的关键就是对车前障碍物的判断。绕过去，绕过去！什么样障碍物能过，什么障碍物不能过，要提前判断。停！停！休息吧。是。找什么？干什么呀？就不会好好说话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指导员，你在战士们面前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是面子重要还是考试重要？啊？这次演习，啊，一昼夜机械化行军1400公里，这些技能你必须掌握，否则打仗的时候你要吃大亏的。连长呢？啊，连长今天怎么不到训练场上来？怎么了？怕见我，躲着我啊？怎么会呢？我很想参加这次演习，给自己16年的军旅生涯圆满的画上一个句号。可是你放心，我和连长在努力的给你想办法，但是我们连的重大行动还是让你打头阵，开头车。争取咱把红一连的旗帜再一次高高的举起。打头阵，开头车，怎么样？还有72个小时，还有72个小时，我就要脱下这身军装了。谁说你一定会脱下来的？你看看，在这个训练场上，全是一些90后的士兵。他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机会，去创造新的士兵辉煌。你有看见一个36岁还在奔跑的老兵吗？有吗？有，你赵忠宝就是。而且你必须是，因为你是红一连的兵，是红一连的兵王。年轻的士兵需要你带着他们去奔跑，就因为让你留下这件事，
连长代表全连的官兵去吕布了。太阳要落山了，明天早上他还会照常升起。今天走上战场，你们准备好了吗？登基。
blocked the Chinese military base. Many satellites are track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Chinese army.报告旅长，说。 红一连的前沿侦察体系已经完全建立，战场监控点在三幺二高地。营一连，你们的任务责任就是三幺二高地区，立即组织力量，给责任区内目标实施侦察，做好破袭和引导打击准备，占领控制阵区。战斗已经打响了，这也太平静了吧！在现代战争中，这种平静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 都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三幺二高地周围近百平方公里区域内，敌我双方已经展开侦察与反侦察，渗透与反渗透，电磁对抗十分激烈。我是旅长叶凯，准备对敌目标实施首轮打击。幺零五机车对三幺二高地碉堡实施打击，坐标35635-2841拐，射击。 敌锁定我攻击目标，快速撤离！太吓人了！我方目标火墙评估，主要目标均遭敌人火力打击，以及他们的第二轮火力打击即将开始。动动两，动动两，攻击敌火力点。穿甲带正前方，敌坦克3000米原地歼灭。对敌碉堡实施打击。 小组注意，第一波次打击完毕，准备向三幺二高地搜索前进。文化队实施烟雾遮蔽，攻击一队利用烟雾迅速通过障碍区，火力队以火力支援攻击一队行动。火力队明白。 我连已经成功占领三幺二高地，江门泽日区内残兵清剿完毕。侦察引导，渗透破袭队正继续向敌纵深挺进。野狼一号，你连线已完成三幺二高地的控制，阵地有三连结构。无人机侦察发现，敌指挥系统仍发挥作用，目标锁定在湖心岛地区，命令你们与特战分队联合行动。 歼灭敌指挥所。我是野狼一号。 飞虎一号，我说怎么变天了？原来是见到你了。 步兵特战化，没有特种兵，这活你们完成不了。小，步兵特战化没有步兵哪来特战化？今天是你们配属我们，你得听我指挥。我的战场我做主，这要看谁先锁定目标了。 他们在恨我。周忠宝在临走的时候，特意委托我把这只表亲手还给你。我对不住他，怎么不把他留下来？我跟指导员敬礼了。咱们俩以前是对手。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希望这支英雄的连队能够在未来战场上继续他的荣耀。这也许就是我们俩被调离的真正原因。今天我们共同的敌人更冷酷了，也更聪明了。要是赢不了他，红一连的旗帜就升不起来。就让他留在红一连吧，那是过去的辉煌。为了今天的胜利，为了明天的荣誉，我从空中，我从水面，弧形等舰出发。野狼一号，船停于接近指定区域，是否沟通？请回答。北湖一号报告，会议登记，准备起飞，航向弧形岛。野狼一号已到达，请通航。报告，发现弧形岛中心无名高地伪装车辆及指挥坑道，请救航空兵实施打击。20秒，坐标3528拐东64，攻击。野狼一号报告，已锁定敌指挥所位置，坐标3213沟拐4615，呼唤陆航，火力突进。全速前进！
山东呼吸队，注意搜救残敌。占据有利位置，快速突进。野狼一号，已指挥所外围警戒，已清除。实施突击，实施斩首行动。18:36，敌湖心岛指挥所全体人员阵亡，斩首行动结束。摆着个 pose， 等着我举手投降呢。啊？他已被斩首。红一连不愧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事实再一次证明，你们不但能够打硬仗，更能够打胜仗。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步兵的跨越，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我军在未来战场上必胜的信心。我以一个老兵的名义向你们致敬。目标中心战理论，由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引发了在现代战争中的指挥方法、战术手段以及军事训练的重大变化。红一连以他们的创新精神与实践，实现了传统步兵作战能力的历史性跨越。